一个好朋友。哦，又来了。就是我们大家都认识他。但他应该认识我吧？你们也太大胆了吧？你们是要请苗姐骂我们的好朋友吗？真假的？可以骂总统。阿伯嘞。欢迎我们一起说总统好。总统讲过一句话，我非常喜欢，就是人无法胜天，但是很多人就可以。趁着今天，给这个世界祝福，给大家祝福，也希望我们这两天的大奖开奖能够顺利圆满成功，好不好啊？我刚刚听到外面在尖叫，我问公，哎，现在是在干嘛？然后就说，哦，他们介绍总统，他变全台湾最大，所以我们也是都在想，这些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这一些喜欢听我们的歌的这一些年轻人，我们到底怎么给他们比较了解，为什么我们想写这些歌，背后有一些原因促成我们写这些歌。跟台你怎么台下看起来这么跟台上台下差很多哈？这是我们的那个哎专职员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们第一次有那么多观众，是吗？你们不是很奇怪这么多观众吗？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可能就一半，也跟苗姐很有魅力。不过你的台语是比较像年轻人的啊，对对对对，怪怪的。不过还是比我好，那继续努力。